让你们看看这个机器模式怎么生产。产品，那么这个机器我们可以在模具当中可以看到，它这个卷缘是比较长的，侧抽芯如果正常用叉刀，它可形成肯定是不够。那么这里呢是用到了一个气缸，因为只有气缸才有这么高的琴程，而且呢像这种东西的话，原则上来说，如果你没有芯子护住，它成型效果是比较差的。所以说，一般的话都是要加芯子。这里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给大家找了一个视频动画，那么这个动画呢非常清楚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，这个芯子是直接从侧面通过气缸插进来，插进完了以后呢，然后再回路。像这种比较大的，一般速度都不高，如果你速度高的话，它是成型不了的。这种大家可以看，从全方位的角度可以看到，像这种结构，在右边还是要做一个东西给它垫住，你如果不够垫住的话，它这地方会断的。类似于我们的过桥结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气缸是非常大的，没有这种气缸是形成不了的。整个模具结构呢非常的简单明了，大家觉得这种结构放怎么样呢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易阳老师，每天分享模具设计干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30岁的人了，上有养育之恩未还，下有抚育之责要尽，有苦自己咽，有泪自己扛。生而为人，你若不坚强，懦弱给谁看？加油！